库里和梅西谁的工资更高。事实上，关于梅西的年薪，目前都还没有定论，有说法是4000万欧元，也有说法是4600万欧元或者5000万欧元。不过，目前说4600万欧元的是大多数。至于库里，去年夏天，他和勇士签了一份5年 2.01 亿的巨额合同。第一年，库里的薪水高达3400多万美元，但和梅西比较，库里的年薪还是低了一些。事实上，在过去，篮球巨星的年薪往往比足球顶薪高，但是这两年，足坛转会费、身价、年薪都是水涨船高。过往在世界足坛，球员拿到几百万欧元就已经算顶级待遇了，但如今超级巨星梅西、 C 罗、内马尔等人的存在，让薪水来到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因为这些球员不仅能给球队带来成绩，还能给俱乐部带来商业价值。此外，从年收入情况来看，库里和梅西也有差距，梅西高达 1.11 亿美元，排名所有运动员第二位，第一位是梅威瑟，而库里排名第八，年收入是7690万美元。在库里前面，除了梅威瑟和梅西，还有 C 罗、康纳、内马尔、詹姆斯、费德勒、